不用多啊，就一颗就行。哎呦，老铁，想看青苔了，11号能不能进去啊？你看看这台球的，这个感谢老铁支持啊！看这啥杆的吗，兄弟们？看见没？白菜尖带啊！哎呀，这小杆太精致了，感谢老铁支持信任，在我这性情了一套啊！那这球咱高低来青苔了啊！这球型怎么整？这小号球炸的都下弯曲啊！那这球好走位了，都不用发力了，这球啊！一号高杆两库，先推进呗。这球打完3的话，看看能叫到5号球啊。中低杆，小优赛，叫5叫7都行啊。那这球叫到7了，打7也可以啊。那这球老铁们线路你看能不能看懂了？这回打7拉回来一点叫6，打6一定叫4，4号一推叫5，5号一推叫2，2号一推黑8，是不是？超级简单啊，这球低杆顶15，嘎嘎简单了这球啊。高杆一推，有的时候吧，这个思路很重要啊，对不对？思路简单的话打得简单哈。这球中低杆一点，为什么拿2叫黑8呀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因为2号球距离黑8最近嘛，对吧？你距离最近的话减少失误率嘛。这你说寻思买个太极啊，我先来点杆法啊。这呱呱的怎么全是小推的呢？啊，黑8来个小奈吧，老铁们，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你学废了吗？点个关注吧。